你可以是北回收的区域是口罩区啊，啊毛梅花区啊，好梅花区的只要流浪工啊，我都不爱戴口罩，就赶快看一个球的，不爱戴口罩。对，OK，伊可能有设起来有这梅花区，啊，就梅花区啊，梅花区的票可能较贵一挂嘛。哦，因为人较远嘛，对，啊，但你口罩得是在放轻松嘛。哦，对，因为它占的位置比较多。因为大家现在想讲这代志，其实都是混合，可以混合来使用的。哦，你平时为人讲戴口罩不要紧，哈，我得爱看人客客啊，你感觉轻松快，嘿嘛有嘛。对，好，为人刚刚讲哇，戴口罩那贵啊，哇，就艰苦的，对，我要较轻松的。哎，好，我们就希望说，其实这东西可以。观众的那种席啊座位可以分作几种不同的类型啊，根据大家的需要嘛。是哦，所以直男直棒在所有的比赛其实拢赶快的标准。对，基本上我们采用一样的。啊，基本上演唱会可以了吗？演唱会我们希望能够有人能够开始了吧？那标准它都一样啊。啊，标准一样啊。就是说你大家坐在一起，但是要戴口罩。对。啊，关键这里当时也在跳了。